啊娘喂，哦，您这拢有吃饭卡来的？第二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aby Chris 皇后舞团的黑猫。你卡大细心的哦，你拄啊第一位你爱上大声，第二位你无爱哦。来。Hello， 我是皇后的点点。有讲有差啦。Hello， 我是皇后舞团的袁熙。老实讲，你收伊偌济钱？你输掉可能包红伊吗？五百哟，知影行情个？你背过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万万。等一下，我发觉到一件事情，这一边的呢，全部都时下年轻人的，那他们都是只有你耶，那边大哥他们比较喜欢你。你塞一千哦，去来麻烦一个哥，我你去亚主持，我落去卡，我收一千。嘿，哦，舞台顶车，我甲家己报答，跟所有的好朋友讲，他们都单身，因为他们没有时间交男朋友，他们的时间都用于在于他们的舞蹈上，所以皇后。在我们南部，小弟我说的，在我的心目中，他们是第一天团。您这么想，干嘛提？干嘛拎？哦，什么我无使？你讲话啊，你说话怪怪呢？来，一样的，让我们皇后呢，我们所有的辣妹们一样在舞台上面，说坦白的，麻烦大家等一下，我们第三阶段的表演。大家赶快把手机拿起来直播，让我们南部第一天团，小弟心目中的第一天团，那我们好用精湛的表演来让我们现场所有们做个欣赏吧。现场们，我们再次鼓励一下吧，谢谢。